有教无类是孔子一个最大的创举，尤其在那个时候自己来办学，这不可思议，怎么就能办学呀？当时这个都是官办学校啊，贵族，孔子这平民学校什么成分都要。你看子路这么年纪这么大的也收，只比孔夫子小9岁吧，好像。这我这是孔夫子的一大创举。